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中国文艺新年特别节目，我是盛楠。这几年跨界喜剧类节目大行其道，说相声、演小品，明星们各显神通，让观众看到了他们的喜剧天赋。如果说原本是影视演员的去演喜剧，咱还得说是有表演底子的啊，这稍加练习，掌握好节奏和尺寸，比一般人上手那就快得多。可是这歌手们要说相声、演小品，那可就毫无经验可借鉴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看一看那些歌手们的喜剧功力到底怎么样。他们是歌坛里的中流砥柱，他们是多才多艺的全能艺人，唱大戏，吴克群是谁？演小品，两人合作一首，说相声，祝酒歌，跨界反串，魅力无限。敬请收看中国文艺新年特别节目，跨界也精彩。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好，哎，这句我熟，我知道。没有天，来来来，叫叫叫叫，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好，哎，我先报个幕啊！哎，等会儿，谁领唱啊？坏了，我没想这事儿。当然我领啊！为什么？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你看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对，我这个我。你们仨呀都不行。哦，我出名的时候，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这就快打起来了。我领子。干嘛干嘛？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好。他领行吗？行，走着。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涨涨涨涨涨。美酒飘香，歌声飞。呀呀哟，呀呀哟，呀呀哟。也来自咱老百姓，那个万代留美名。好，鼓掌！你唱串了，你知道吗？我串了。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我唱了。你唱了？我真唱了。你唱半天了，你。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吗？是一码事儿。怎么一码事？我问你啊，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啊，这可说呢。凡事啊，都说咱老，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还得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是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您来是吧？对，佟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佟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对，哎，我就是那个实在人。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明白，走着。哒啦滴滴，哒啦滴滴，哒啦啦啦啦，涨涨涨涨涨，美酒飘飘飘。嘿，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佟哥给我起这么高，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对呀，哎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你这还怨我来着？我还是自己来吧。您自己来可以。准备好。闭嘴。哎，闭嘴。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美酒飘香，歌声飞。来啦哩来啦，夕阳是赤道的爱，夕阳是陈年的酒。您也唱出去了。
陈年酒，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这又回来了，您看什么啊？这就叫水平啊、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您这叫没准儿、哎，您先回去吧，是吧？哎，周伟啊，他们都不行。宏伟，你来，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对，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是，您看我这，嗯，保证出不去。你说的，嗯，走着。当当铃叮，当当铃叮。唱啊！什么词儿？美酒飘香。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请你干一杯。朋友请你干一杯。干一杯。朋友请你也干一杯。干一杯。千杯万盏也不醉。你唱的也不对，嘿，我没有错，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我们新疆河、嗯，我们新疆革命族团结的河、嗯，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还是我来吧。哎，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我也不会。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我连我大爷都不唱。这我就放心了。好，嗯，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为什么？倒霉呀，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还是他聪明啊！我从后往前唱，好，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来吧。咱崇拜美酒，哎呀！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哎呦呦呦，哎呦呦啊，哎呦呦。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想。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想。想不想做好人？想。想不想丢人？想。哎，这个不行。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别！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我们刚才这是逗你玩儿。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number one。真的。咱相会。胜利的诗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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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里乡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大家节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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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杨颖。大家好，我是王祖蓝。大家好，我是李亚男。大家好，我是毛不易。我是王希。我是尚文杰。大家好，我是高天鹤。大家好，我是鞠红川。我是蔡琴。凤凰传奇，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童铁心、吕继红、王宏伟、刘和刚四位歌唱家和周伟带来的这段相声，主要是以唱为主。相声基本功讲究的说学逗唱，很多传统相声段子就是在唱段上加包袱找笑料，把大家耳熟能详的戏曲或者歌曲改编，往往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这个作品大获好评后，周伟又带着两位歌坛新人再度把歌曲和相声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和创新，送上了一段精彩的表演。又来俩新报名啊！你们俩想跟我到春晚说相声？想啊！我跟你说，那必须得有新创意，而且不简单。看那几位歌唱家了吗？人一张嘴到嗨 C， 我们到嗨 D 呀、啊！不可能，跟着那太阳走。好，好什么好？你的声音虽然上去了，但是你有点夸张。人是王宏伟，嘴是这么歪吗？人嘴是往这边歪，还有人刘国刚一首父亲打动了多少父亲的心呐、啊？我的老父亲，你啊，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亲。外边太冷，让咱爸进来吧啊！你想给冻成什么样了？这不是你们两个，既然嗓子这么好，到春晚唱歌多好啊！那个唱歌时间短。说相声能说十多分钟呢，哎，这点小心眼全用这儿了，你知道？其实我也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既然上春晚说相声，就得有新创意。你看今天这个舞台啊，这多少大屏幕，尤其这一块一块的，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你这扣着它就好看。这得多费电啊！费电，费电。听完我有新创意，你有什么创意？要节能减排。哦，啊，用不着这么多乐器。哦，生活当中我随便找样东西。就能吹，随便找一样东西就能吹，这什么呀？这不水管子？水管子？你能把它吹响了？那我们听听这水管子吹出来是什么动静？不，停！我得看看，这是水管子。这要是俺家的水管子就好听多了。那这是谁家的？这是你家的。哎，他把我们家水管子给拆了，你看到没有？什么都能吹响，是不是？什么都能吹，我还不信了。我这兜里有，来，你再吹这个吸管。我们听听吸管。嘿！哎，停！这。你不什么都能吹吗？你再吹这，这还有，来，梳子，我媳妇用的，你来吧。行，没完了，什么都能吹是不是？来，拿着你的话筒，你再吹吹这个，来。这吹不了，这怎么吹不了呀？吹是能吹。有味儿受不了，来了你们！哎，他的创意有点意思，我也有创意啊！什么创意？往届春晚节奏太慢，慢，观众想把自己喜欢的明星盼出来，得等四五个小时，还不一定盼得全。你那意思呢？你把我请去就不一样了。哦，一首歌想听谁听谁，想看谁看谁。一首歌想听谁听谁，只需一首。你唱什么歌？我就来一个《新贵妃醉酒》。就是今年李玉刚站上面唱那个，哎，就是这个。你甭吹，你先给我来个李玉刚的声音，我们听一听。爱恨就在一瞬间。杨坤的。举杯对月情似电。腾格尔。爱恨两茫茫。阿杜。奔驰的时间，刀郎，菊花台头映明月，就不信张宇，谁知无爱心中寒，费玉清，醉在君王花。这两个小伙子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啊，我跟你说，通过你们俩刚才这一展示，我有一个新创意。什么创意？来，咱们仨要合作就别说相声，干嘛呀？咱直接把春节晚会这活给包了不就完了吗？啊，什么总导演总策划，让他们在家休息，就咱们仨，其他演员一个不用到。
哎，想不想看啊？三盒盒饭解决春晚，咱们也穿越一下啊，提前看一看2013年蛇年春节晚会，现在开始。千家万户过大年，过大年。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13年蛇年春节晚会的直播现场，在这里我们三个向全球的华人拜年了。首先出场的是绛州鼓乐。哎呀，锣鼓喧天呐！去年晚会刘欢老师的一首《大爱》让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年刘欢老师又来到了我们晚会现场。刘欢老师，大伙都喜欢您这歌啊，但是您歌太多，今天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啊？我哪知道唱什么呀？那个，那什么来不及了，这样吧，唱什么歌，刘欢老师自己决定吧。到底唱什么？唱什么歌曲？我自己也没有。力争把春节晚会打造成一台国际化有亮点的名牌晚会啊！请来两位国际巨星为您带来一首《祝酒歌》。蛇年还有不到10秒的时间，来跟我一起倒计时，5、4、3、2、1，过年喽！这个节目的创作蓝本呢，源自于经典的相声段子《学电台》，许多相声演员名家都曾经表演过。虽然内容版本各不相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都要求演员有着出色的模仿能力和演唱技巧。石头和刘大成是从星光大道脱颖而出的优秀歌手，两个人的演唱实力自不用说，模仿能力更是出众。这个相声节目就运用了两个人的特长和优势。其实呢，歌手们跨界表演的成功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运用好演唱特长，那就更加出彩了。星光大道作为央视推出的一档百姓才艺比赛节目，把门槛放到最低，无论你是什么职业，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只要有才艺有梦想，这里都可能成为你最好的展示平台。从2005年开播以来，星光大道推出了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李玉刚、石头、草帽姐等一大批被广大观众津津乐道的歌手，这些草根明星也逐渐成熟，开始尝试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跨界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哎，我问你，你是来接人的吧？对呀，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去讲课。我就是高峰，我上船喽。啊，他是高峰，像吗？怎么样？看也不像。哎，你下来，不是接你的。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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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救命啊！哎。我叫你下去你就得下去。嗯，我是高峰，我凭什么下去？我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的，你觉得我比高峰差吗？当然差了。差多少？差多少啊？哼，就差这一杆子。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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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你姑娘怎么不讲理啊？凭什么拿棍子咕噜人？我是来接高峰的，你凭什么上船呀？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凭什么我不能上船？哼，土里土气的样子，咋看咋不像。你给我话说清楚，我究竟比高峰差哪儿？差哪儿？哼，天照！高峰比你强百度啊，科技兴隆呱呱叫啊。我看你有点儿不会夸呀，呱呱叫的
那是蛤蟆呀。高峰到哪哪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给小和六里支个高，何苦里都能打前老。高峰就在你前面站，你瞪着你那黑了乎的毛了肚的水的灵的亮的净的不大不小圆嘟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他志向比那青山高啊，那不也不还不还呀，平平大大小土包呀，那个也不还。没细看，仔细看啊，我还真有着招人烦呐、那一哄。别喊了，还没完呢，等会儿那一哄。去，嗨呼嗨呀！我看你这同志啊，高峰还就是你的偶像。哼，你算是说对了，我呀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他要是没有对象呢？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那你当什么？别稀里糊涂，赶快说，当什么？当对象，你管得着吗？那你把话可说清楚。你说话算数不算数？当然算数了。嗯，那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我就是高峰，高峰就是我。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啊！他还要考考我？考什么？考什么？考你点农业小常识。怎么考？怎么考？我呀，小火慢攻，一会呀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圆了胡同，热气腾腾的。你这烤地瓜呢？你这你早烤啥呢？走啦！我来为你来打，什么地上种什么瓜？这个问题难不住我。水面能种大西瓜，有田有面有七沙，有田有七沙耶。儿嗨嗨，儿嗨嗨，天亮你的呀。我来为你来采，什么发芽水里栽？这个问题难。我的多。哎，你这人怎么还骂人呢？我骂谁了？你骂谁了？我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窝，你怎么扯上我嫂子给我哥了？我问你，你家有没有个养鸡场？有啊。种蛋水管归我嫂子。电气孵化水管我哥呀。这不就完了吗？你嫂子管的你哥抱窝吗？那你也不是高峰。唠了半天我还不是高峰啊。去，科技知识你不懂，纯粹你是瞎胡蒙。你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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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才不懂呢！看到你拿的真玩意儿，你还不知道我真的厉害。拿啥呀？现在高科技啊！无土培植，水箱里放营养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哦，种个小羊羔能长出个大水牛？哎，那不能。现在啊，我再给你看我培植的四四方方的大西瓜。四方的大西瓜。姑娘，您请看。哎呀妈，我拿错了。这我相片怎么到你手上了？你忘了上次你们村儿闹鸡瘟的时候还是我给你们开的药方呢，当时你在写表扬信的时候你们就架了这张照片。那看起来你真是高峰啊。实在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呢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让你有点大失所望。嘿，我失望啥呀？不是因为我小啊，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
胡椒小辣人心。哎，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儿不大，但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儿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发现，龙树的都是精品。哎呀，说起来呀，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头发没时间理，胡子没时间剃。你像我现在呀，站在前面，真的怪不好意思。没啥不好意思的。哎，你不生气吧？我不生气。不生气，那上船吧。走吧，上船吧。哎，等会儿。咋的了？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哎，我刚才我说啥了呀？你说高峰如果没有对象，那你就是高峰的对象。那不是人家随便说说吗？哦，这就随便说说了。那你说话不算数，我说话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哎，你回来。还没走远呢，还有什么事吗？上船吧。好嘞，有妹儿。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岸唱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小船水中波，花开四壁层层波，层层波，采一朵水莲花，妹妹我送哥哥。悄悄话儿悄悄说，甜甜蜜蜜洒满河。